经过我2到3个小时的不停的努力，超辛苦，爆肝，室内室外都弄好了，细节都弄得非常好。这不，现在就是一个很好的效果。这是客厅，给大家看一下啊，我们房车的样子。客厅，然后现在的柜子，每个人来打开看一下哈。这柜子都一样的，上面柜子都这么大，6个这个柜子。这个是我们电视机，小米的，基本上我们这么久的都没有看过2次电视啊。这4个吊柜，上面是一个鹅岛床，然后对卡座，然后这个一个长的座是可以当成床用的，拉起来就是一个床，下面是可以铺满的，都可以当成床用的。再一次，待会跟大家说啊，先说房的部分。好，转过来，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厨房的部分，电磁炉、热水器，还有采暖、冰箱。冰箱是双两个，对不对？这么大的啊，我赶紧做清理干净了。冰箱，对，干净那个冰箱，多大我也不知道哈。冰箱，然后这上面是个柜子，上面这个柜子，这个柜子挺大的。我把麦放了一个方向，这个方向声音会大很多。这个平常我们都是拿来换那些睡衣啊、被子啊，因为它比较大，是可以挂衣服的。如果你想挂衣服也是可以，但是它的深度不够，所以挂衣服可能不是很 OK 的一项选择。这个也很大的柜子。然后看厨房区的这边，这上面是一个放一些东西的卷帘门，卷帘床、卷帘柜子，卷上去也蛮大的哈。那这个平常我们都是放一些护肤品的，阳历房护肤品的地方。然后这边是有个抽屉，没空了，抽屉。然后这个柜子下面就还有一个抽屉。还有个抽屉这么大啊，对，3层。平常我们这边是放电脑的，一层一层的放电脑，还有一些电子设备。然后这些就是厨房用区，灯打开看一下吧，亮一点啊。这平常我们放碗筷的地方，对，挺大的这个地方。下面两个柜子是可以放一些电饭煲啊，还有这地方2层，我们之前是没有2层的，是我们自己隔的。你看看这两个木板都不一样，是我们自己隔的，隔完比较方便一点，因为有些东西它没有那么高，然后你这空间就这么高，那你上面就浪费掉了，所以隔一层，哎，可以放很多东西。这一个门板我们在农村那边改，花了400多，就这个板。就改了个方向啊，之前是这样推拉的，现在改了一个门，400，就可以说就改了这两个荷叶吧，改这两个荷叶400块钱。然后这边还有一个柜子，可以放鞋柜，正常他们来放鞋柜用的，鞋柜。这个是电磁炉，好，这个是刚才整了一些毛巾，然后这个洗手盆，我今天给它擦了锃亮锃亮的，很干净，应该有5星的标准，对，很干净的，很干净，锃亮锃亮的。电磁炉我们是今年九月份才开始用的，因为之前是要插4电才能用的，后来是厂家改了一下，采用
几个月。然后这个是卫生间。哎，这个工具就是我今天干活的工具，干了一天啊，我把卫生间整理很干净，马桶都擦了2遍了。然后，反正这个不锈钢我也擦得很干净。这是卫生间的样子。然后我跟大家说一下，这个干嘛用的？这个是一个防水布，干嘛的？是因为这个人是实木的，之前设计的是实木的。实木洗澡的情况下，经常我把水溅到这边来，就容易坏，所以自己东西有点舍不得，所以爱护一些些。然后就用这个给它挂起来，挂这边，再挂这边，看见没有？你这样子就可以把那边挡住了，水就不会溅到了。这是我们怎么用的，这3年来一直是这样子，小心一点的东西。然后门口出来就是一面墙啊，一面镜子，是杨丽铺的，她要每天看到自己。她把卫生间关起来，然后冰箱的下面就是一个设备，哎，水泵，还有增压的。其实很多房车是没有增压，增压很重要。增压的情况下，就是你的水泵不要一直一直响，它会有个压力嘛。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解释，但很多房车是没有的。但是希望，后来听一个专业人说，希望你装一个这个增压泵。这个增压泵装完情况下，你这个水泵的使用寿命会增加2倍以上的。然后这个是我们热水器，我们目前用的是热水器，是用烧电的洗澡。哦，地上都说好了，那么说天上，啊，天上这个是我们的空调。其实我们去的热地方很少，所以空调开的真的不多，所以用它的频率也不高。然后这个就是排温扇，之前是我们也去改过这个排温扇了，它目前是超静音的，没有声音的，开的小一点啊，排风放气非常好的。然后房的部分基本上说差不多，但是可以改配置，给大家说一下。目前我们就是1000的锂电，500太阳能，这是目前的配置。然后只是房的部分都 OK 了，该有的都有了啊，还有120的水，120的水吧，好像是吧，我不太确定啊，厂家说120，但到底有没有120，我也不知道。好，我们现在说说车的部分，因为有房有车嘛，所以房车嘛，所以车的部分。这个就是我们的驾驶室。我们的驾驶室情况下就是地板是平的，就是你从后面生活区走到驾驶区，你的这个地板是平的，没有高低的，所以比较走路比较方便。然后，这款是2019年的欧胜底盘，国五的8AT 手自一体的，是8AT 的手自一体的3.0T 这款车。我们目前开车的习惯就是这部车况下，我们基本上在生活情况下全是用这个室内的鞋子来开车的。没有把户外鞋子穿进来开车的，所以这个踏板是很干净的。来看一下，哎，看见吗？啊，油门跟刹车是很干净的，基本上没什么磨损，所以我们用的这个鞋来开车的，沙滩鞋。对，这个就是我们平常的样子，就这样子。这个就是我们目前最好给这个车做一个，整体的记录一下，但外观就不需要记录了，反正就是几个柜子。现在我们停在旁边的车太多了，你看这旁边有辆车，然后这边又特别窄，所以室外就不拍了，室内给大家拍一下就可以了。刚刚说到天，但地没有说，那说到地板嘛。地板我们是一直都用
赤脚进来穿袜子，我们没有把鞋子穿进来过一天，穿过一次过，我们自己没有，我跟杨丽两个没有穿过鞋子进来一次过。别人来我们这里，我们也要求他脱鞋或者给他鞋套进来了。然后我们一年四季就铺着地毯，对，然后就是这样子。对，好，这里是有个柜子，我刚跟大家说了，这边是有柜子的，这边是有柜子的。这我们平常放一些非常不常用的东西放这里，比较重的放这里，不常用的那放这里柜子。好嘞，今天我的视频就拍到这里吧，看到这里请给我点个赞，谢谢，下期见，拜拜。